可能还是因为自己喜欢二次元，也希望二次元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。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，可以去让更多的普通人能够了解到什么是二次元。解决办法的话，我想应该是停下来，让自己去安静的思考一下，究竟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以及什么最适合自己。其实我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，对于我自己来说，有稳定的收入，家人健康，有志同道合的伙伴，就是很满足的一件事情了。如果将来跨界的话，其实自己还蛮想尝试当一个服装设计师的，因为设计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，很有兴趣的一个方向。